国再给你选择一个可以出去玩的地方，你会选择哪里？如果北京的话，可能香山，就爬香山。大家都喜欢爬香山。香山，我其实在北京待了好多好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去过香山。香山是什么样子？你给我形容一下，我好向往。其实我上一次去，虽然我推荐大家，但其实我上一次去是我小时候，我当时的印象就是我爬不动了，然后我爸背着我爬到了山顶。真的吗？我爸背着我。那下来的时候岂不是更累？我睡着了，因为。然后爬到了香山以后，我记得还有那个纪念币。然后我爸还帮我买了一块纪念币，就挂在了我的脖子上，意思我登顶了，很荣幸，很骄傲。这块纪念币现在还在吗？现在还在我家。现在还在，哇，下次可以晒出来给大家看看。